我不能接受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当做商品呢？你知道我是最讨厌这样的，你怎么可以揭我的伤疤呢？直到后来，小魔住院，你跟我说，只有和你结婚，你才会救他。可是，我们经过这么多误会、诋毁。 还有心碎，我甚至差一点就要永远的失去你了。但我们也都在成长，我们都在这些经历中学会了更加爱对方。如果没有这些经历，我可能不知道你爱我胜过一切，我也不可能知道我是那么的爱你。虽然有些回忆不太美好，但。 珍贵的回忆了吧？幸好，你现在还在我身边。以前你是我的光，以后啊，我要做你的光，我要陪在你身边。你刚刚在信里说，以前你抢了我100次，那这第101次。 由我来抢吧，20，我要从全世界的女人手中把你抢走，我要陪伴你一生一世，嫁给我吧。 我答应你。